这个大厂是个什么地方？I'm the comet, and my voice is hard as a rocket. Rubber needs a shoes, a better bucket. Yeah, nobody gonna stop me. 哎，这么努力的爱奇艺啊！爱奇艺，这个是著名的全食吗？大厂全食 是这么小个店？对。有什么好著名的？这是厂精神粮食。哦。我懂，就像长隆便利店一样。你完全以为是我，好熟啊，你知道吧？今天哎，是你怎么跑出来了、啊？你是没？拜拜。哎，好要得，我一把所有。没有粉就是这个样子，这是无时无刻的关照。你多穿衣服吃饱，这是妈妈给的，不是鱼肉粉，我的粉丝都是这个样子。妈妈粉丝，看看妈妈，多穿点，别冷着了，吃饱一点点。不是我的女友粉丝这个样子。我那天看我的微博的留言，因为我当时没有立刻下线，所以我看到那个，我就看那个留言。啊，好帅啊，老公！我当时立刻想回 I know， I know， I know I'm sweat。到了舞台，初展现你有什么设定？第一，我坚持从头唱到尾。第二，我加入了我最痛恨的啊，五六七八一二三四。第三。穿高跟鞋，而且15厘米的高跟鞋。第四，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整个流程，穿衣流程就是特意设计，像那种就是跟朋友沟通，然后想什么东西比较好，然后他们给出的我的建议，然后我就再加上我曾经非常喜欢一个纪录片，所以就弄好这样，然后跟现场各位老师沟通啊，配合啊，就是。是一个是他们能够配合我展现出来我的想法的最好的一个编舞，也是就我想很 free 的唱，但是我又想有一点突破，然后这个舞蹈跟那个就很酷。再一个就是我送的那个腿链子加皮草加那双鞋20斤有吧，二三十斤，然后我一抡毛衣就把脸盖住，然后希望明天后天的演出顺利吧，希望我们大家的舞台都很顺利，因为我们是真爱超厉害，我是谢可寅一定的，还有我的粉丝局长，从来没做过怎么样了，光各部门注意哈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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